哎，你的三分之二高度，啊，钱要多少半呢？哦，espresso 吼。只要站着。没错。这个，三分之二高度。哎，对，正常。哦。哎，你做的啥意思？滤纸啊。滤纸。过滤啊。哦，不过我往里边穿。哎，未使，未使哦，嘿，无你有扎，嘿，未使，你迄内底扎拢走起。哎，你哪位？啊？你讲你去哪位？诶，未加 P 的咯，你边啊？哦，安尼。那滤纸一碗一碗的，气味那么多。哦，我要忘了。六公分的哈。大概六分钟，那六分钟就搞定了。是哈、哦。六分钟，很快。你感觉好像蛮专业的。很快，那个太阳能站，俺我都无用站到边。袂使，咱要用站来，无你味拢袂出来。哦，那你要站到边来是吧？没有你吃，来不利就浪费你。哦，好专业哦，全套都有。你爱听什么呀？你爱听什么呀？没有，爱有啊，伊拢有加。有啊，刚刚在爱用滤纸，爱用滤纸。爱用滤纸啦，未使用，未使无用啦。对啊，滤纸用不用这个？嘛是爱啦，这先糟抹了滤纸，再放进去。哦。哎。啊，这再搁贴出来。哎，我这里还有炉子啊。哦，手指炉，那干嘛的？啊，是瓦斯的。哦，我这个没有油，我就用那一套。那你刚刚就用那一套就好了啊。丢啊！那干嘛还买那个去渍油？哦。懂不懂？情调。情调。快拍下来，快录下来。打气了就。哦，不用打气啊！公然侮辱，录到了。公然侮辱，哎，这样是不是公然侮辱的？哎，我鼻子痒，不能抓啊，还可以算。不是，还有那个味道，它就挥发，还是天气冷又挥发的，就是它煮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到五味。